超脏，灰尘超多。再来打开扫地机器人，现在开始呈同心圆旋螺旋状的旋转，它扫过的地方都变干净，有没有？撸过的地方全部都是干净的。我就是看它这样一圈一圈的转，一圈一圈的转。它碰到障碍物，它会自己避开。然后刚刚抖过灰尘、毛屑、头发的地方，它正在清洁。然后边边角角也都很脏啊，旁边有一只扫把，它会持续的把它清出来。什么？旁边有一只小毛刷，它会把角落的东西全部清出来。好好用。现在这种模式是大范围的清洁，还有另外一种模式是以放下去开始的中心点方圆一公尺做清洁。那我现在是让它自己跑，所以它会到处跑。那这种模式就可以搭配，比如说自己在家啦，就可以做预约定时。看我，比如说我七点到家，五点就开始让它自己跑，跑一跑，跑到没电，它会自己回去充电。那用扫地机器人要避开的东西就是电线，还有一些软质布料，就是不固定布料。如果你扫地机器人吸过那些布料啊，它会让扫地机器人停下来，因为会卡住。好，现在就让它自己吸到没电为止，它会自己回家。